姐姐早安。嗨，西瓜哥哥早安。哎，你怎么还没有打起精神来啊？小朋友都知道早睡早起对身体才会健康哦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下一次会改进的。可是我还是有点昏昏沉沉的哎。啊，西瓜哥哥，不过啊，跟小朋友一起动一动是最快打起精神的方法哦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喽。嗯，没错。那现在所有的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嗯 ，Let's go。伤心，找找房间电视机，我们来玩躲猫咪，好了吗？还没，快快好了吗？还没。伤心，找找房间电视机，我们来玩躲猫咪，好了吗？还没，快快好了吗？还没。起身体啊，来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挥动你的手，舞动你的脚，来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摆动你的腰，快乐又逍遥。
来我笑嘻嘻，闪电突然发脾气，彩虹变成云端地，坐着白云飘来飘去真有趣。全身都充满活力哦！对啊对啊，我的精神都来了，我相信我做事情一定可以事半功倍的。嗯，除了跟小朋友跳舞之外，苹果姐姐要给小朋友一个小小叮咛哦。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，早晚都冷冷的，所以出门要记得带一件小外套哦。嗯，这样子才不会感冒发烧流鼻水。嗯，那我们要保持愉快的心情，下午再跟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哦。嗯，小朋友，那我们下午见喽。